哈利路亚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这八位壮丁在天棚堂，我们做了好多的事，大块面积小处他们都用心的经营管理，这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恩典权柄能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用耶稣给我们的祷告文主导文啊，来在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啊，举牌去街头来见证荣耀主的名，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的祷告献上为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，就是实实在在诚心所愿的意思。哈利路亚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然后我们喊七次哈利路亚，愿神带领我们生活生命一切靠主得胜。弟兄姐妹连接在主的里面，哈利路亚就是得胜，我们得胜才会欢呼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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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谢谢主，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施恩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，靠主的恩典得胜而有余，愿他们今天在天棚堂所有的锻炼，不是单单他们身体的锻炼，乃是他们的灵魂也在锻炼，他们的身体在这边运动能够抵挡所有的蚊虫，他们的灵性也是一样，有任何撒旦仇敌来攻击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，抵挡所有的能够会来侵扰我们身体灵魂的，让我们靠主得胜而有余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